这几年你累了吗？走过的路很难吧？遇到的人有时很真，有时也会显得虚假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是否还没有成家？曾经也是一无所有，也曾被人当成笑话。我想回到30岁之前，看看那时候的自己。我想劝劝他别再喝了，改改自己的坏脾气。我想回到30岁之前，看看那时候的自己。到底我错过了多少人，伤了多少段真情谊？那些年少的梦。